进京。线索是关于这三人注册邮箱时的事情。钱太多了，必须先躲一下。周深，周深在哪儿啊？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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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他！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是他！你看他，走！有毛病吧？又不是我，我又不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，我现在是。他们俩追我。追你干啥？谁呀？碧城和白露吧。为什么这么累啊？为什么这么累啊？咱俩不是我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就是你，碧城啊！死路死路！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发怒誓啊？还想逃？不是我，不是。那你也不是我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不是你。因为你们把我撕掉了，我的钱会到坏人那里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吧。哎，你别再撕了。等一下，我不撕他。等一下，我不撕他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好人。不不，他就是，他手都伸出来。你要撕我，我当然要自保，但真的不是我，真的是他。你们看他的斗士。那单挑。你跟我单挑公平吗？单挑完，我要是把你撕了，他们俩再把我撕了。你太苍白了，深深，他都这样了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第二个线索是麦克风，是你的黄金话筒，快上！不是我，你吃饭的，饭碗的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我帮你吧，我帮你吧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是我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真的是我，深深，对不起了，来，撕了吧。撕掉一个，还有两个坏人哈！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坏人也是有，坏人也是有价钱的。你们最后会知道真相的。好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我，很精彩这一块。我还是最后一句就是不是我。深深，不听了，不听了，最后再说。最后再说，吃完再说。再见。周深，眼泪啊！周深，没有没有，就是累，没事没事。爸爸啊啊！相信我，不是我。啊，这个游戏又累又快又短。这个游戏好像开始了，好像很激烈，但好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我有多惨，等一下他们就有多被打脸。因为他们有一个被蒙蔽了的眼睛。不是啊，不可能不是他。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当他是一个呗，然后还有俩。我觉得那咱们找线索吧。